那边越过去住的人多了嘞，一起一娘的长地的，或者是一娘的就在扛把上。也小我明年就搬呀。创建全国国家文明城市，咱们的新区市民如何做好文明市民，做到文明在口中，做到文明在手中，文明行路，文明坐车，文明驾车，文明停车。你们那姐住了半路海南的，打算我那边摆宝社区那边，我半路海可能也住着，就打算长期在这边住着呀。我半路海可能担心这个不如那面该让多红火热闹啊，看新区城市发展需要这块地的话可能就整了。这个带走呀，这个不带了，这些手机这些就全带着呀。这够急。